选战倒数，蓝绿攻防，赖清德却在政见发表会上批评国民党是黑金体制，更点名花莲副将，让立委傅昆萁忍无可忍，重炮回击。这个就是勤快啊，在骂岳飞。赖清德把台湾呢、带向一个腐败、贪污、面向战争的非常危急的时刻。去年九合一，傅昆萁来担纲全国辅选的工作，也是民进党最惧怕的人。蓝委点出执政党贪腐十大弊案，从疫苗采购、超司鸡蛋疑云、台南光电炉渣案，到高端炒股草草了事。尤其绿营面对自家人的黑金争议，像是台南市议长邱丽丽在正副议长选举期间涉入贿选被起诉，以及台南金发局前局长甚至接受性招待而且收贿遭判刑，还有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更是炉渣案主嫌跟八八恰案的关系人。黑金的总舵就是在民进党，而总教主赖清德先生，全国第一的黑金弊端在台南，你要怎么解释清楚？蓝营更炮轰政府插臂没办法，却对到大陆旅游的里长无限追杀。检察总长下令对于所谓中共借选，他统一规定招待算在资助里面，要割喉割到断，让基层的里长不敢动。而现在更质疑打诈大张旗鼓的国家队，难道已经沦为笑话了吗？打诈中心的主任谢在富一月份请辞，六月份又回任，九月请假，请病假142天，请到跨年了、原来打诈中心也是打假球。越接近投票日，赖清德抹黑抹红手段尽出，侯友宜不能接受，强调治安是他的专业，各样又包容赢回台湾。喜乐的手势，然后告诉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。记者黄明君、李建云 SNL 组台北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